一年一度的共寮海洋音乐季将会在7月27号开跑，而这一次除了有歌手萧敬腾跟蛋堡等等重量级卡司，也邀请到了马来西亚创作鬼才黄之明，要让乐迷大饱耳福。另外呢，在今年还首创用共寮当地的渔船搭建成表演舞台，发扬台湾的在地特色。情中带点摇滚，沧桑嗓音唱出浪子回头心境。每年夏天最大音乐盛事共寮海洋音乐季即将在7月热闹开唱，心情哦，其实蛮兴奋的，因为是在就是因为我去年没有参与嘛，今年又重新回到家乡，然后刚好今年我也重新搬回去金瓜石，就觉得离得特别近。那今年我发现一个重点是，它的凌晨的 range 很宽，有12岁的、11岁的，也有61岁的，得一起来报名。我觉得这个是快变成一个全民运动。今年首创将共寮当地渔船变身成表演舞台，浮球、渔网布置颇具传统渔村文化特色。另外，今年也邀请到相当坚强的卡司阵容，第一天由艺人蛋堡、小雨等打头阵，第二天则由马来西亚创作鬼才黄明志以及独立音乐大赏，最后压轴的是董事长乐团，还有萧敬腾带领的狮子合唱团。从60几岁到10几岁的小朋友都在，那我们希望说也可以呈现出台湾的音乐的风貌跟不同的音乐。今年人潮应该也大概40万到50万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是要请老天爷帮忙，因为每次海洋音乐季最怕的就是碰到台风。共寮海洋音乐季将在7月27号到7月29号正式登场。海洋大赏得主除了能把40万元奖金抱回家，还可以获得发行数位单曲机会。豪华乐团阵容准备震撼舞台，让民众彻底感受海洋音乐季热情魅力。记者温婉婷、黄彦章，新北报道。